8月23日16时52分，进入处暑节气。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，这时候虽然炎热还没有散去，可是我们已经能感受到秋的那种天高云淡和早晚的丝丝凉意了。古道处暑黄，高粱遍地红，秋收开始，处处忙农事，终于迎来了万物收成之际，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，这是农民们一年中最开心的时节。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，池上秋又来，荷花半成紫。处暑来临，暑气消散，秋风渐起，带来新凉，碧绿无边的原野变得色彩斑斓，秋天就像一幅美丽的油画，悠然拉开了帷幕。云卷云舒，在恬静的时光里，一同欣赏一下这秋的美景。